今天给你们出个海绵冰的教程，然后我们可以把矿泉水都放进去，四瓶的都放几瓶，放两瓶可乐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时间，现在是2:20过三个小时，就是3:20我们就可以吃到海绵冰了。如果说冰箱温度特别低的话，估计2个小时左右吧。根据不同的冰箱温度啊，我开的是5档，估计我定2个半小时，2个半小时我就得来看一下。现在时间还没到3点，所以我家的冰箱估计2点半就可以，2个半小时就可以完全冻实了，脆皮了，不一定。看一下，看一下这个好了没有？可以啊，哇，瞬间海绵冰，看到没有？这个等一下我就录作品吧，这个是不是海绵了？哎呀，为什么可乐速度快一点呢？好像可乐速度会快一点啊，矿泉水速度会慢一点。磕一下，瞬间就是海绵，正宗的海绵。我来去录作品，看一下成功的海绵，正宗的海绵冰，跟棉花一样，